极多的，这里密密麻麻全部都是。看那个瀑布漂亮吗？那瀑布我在那底下发现了很多三颗螺，走，我要去捡一点回去。这是哇，你看，哎呀，跳了。这里真的超级多的，那个石头上一层都是，简直就是天然养殖场，好多鱼。简直就像那个天然的养殖场，真的一层都是黑黑的，还有很多那个河虾，这里的水质非常好。但是现在这个三颗螺还没怎么长大，秋天的时候再来吧。今天就先捡这些回去尝尝鲜。